爱吃鸡腿肉的全部看过来，这样的鸡腿肉你一定没吃过。先把鸡腿肉简单去骨，切断筋膜，用刀背敲一下，撒上辣椒面还有黑胡椒，再来调个照烧汁，均匀的刷上照烧汁，背面也不要放过哦。在中间包上一片芝士，把鸡腿肉卷起来，再用锡纸像卷糖果一样卷起来，烤箱180度，先烤30分钟定型。再来一杯冰鲜柠檬水，一层柠檬一层冰糖的叠起来，记得杯子要厚一点，隔水加热到冰糖完全融化。一半糖浆水，一半纯净水，第一遍烤好啦，再刷上一点照烧汁，烤上第二遍。家里没有烤箱，用空气炸锅也可以哦。这道你们一定要试一试，鸡腿肉的汁水全部被牢牢锁住，中间还有融化的芝士，这样大口吃肉真的太满足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